山的晚霞比仙境还美，这是猴子曾对花果山的一切记忆。猴子曾经听过一个传说，在天庭深处，天际掌控着万物命运。然而，女娲补天时孕育出一巨人，她不服这种天命。天庭说，一切不受控制的生命。 都是妖魔，巨人就是魔王，众神倾力绞杀，巨人指导天庭，天力在他的狂怒中颤动，可巨人还是败了，狂雷击碎了巨人的血肉，碎片散落大地，所到之处万物生长，成了花果山。 补天时心不死，化为猕猴。猴子以花果山为家，以晚霞为伴。但天机仪还是找到了他。天火燃尽万木，暴雪吞噬众生，花果山不复存在。猴子也消失在山崩地陷当中。 猴子心有不甘，若还有一口气，定要杀回天庭，打他个地府天翻。但此时的天空只有黑暗。 灵告上方，自灭花果山已有300年，天机已恒常运转，未见实行踪迹，再无人挑战，天庭权威。各位弟子们。 千年换班在即，我们天机塾就是负责挑选继任仙班的地方。你们都是从各个仙家门派严选出的最具慧根仙骨的游才。你们将分成天地两个系在这修行。天系，全自天神后裔的佼佼者；地系。 这是人间修行当中最为独立的代表，上圣天尊大人特意把王母娘娘送给他的三等蟠桃，赐给了天系的一等学生。阿慈，阿慈，你已经开始了，你还坐在这儿？我看晚霞时不干任何事。 过去了啊，快点！
都是看别人在吃，今年我得自己尝尝。我听说这个盘子水特别多。雪莲公子，蟠桃来了。哎，他送去哪里啊？快去抓过来教训一下。过来，你的蟠桃放这里。嗯，把你的蟠桃放这儿。放下！你干嘛？你是不是来刺杀我的？我只是来做蟠桃的。这个就是你送的蟠桃？我的蟠桃你都敢吃？吃了吗？不能吃，我怎么不早说？还打人？要打人的话，跟我打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儿子比较多。先到偏殿休息片刻。天蓬，你们
知道我是谁吗？听好了，从今以后10000年，你们都会记住这个名字，老子的名字。就是你，同时盘道害我朋友被打，你很帅吗？你武功很高吗？打我干嘛？我救你啊，臭妖婆！臭猴子！嗯，我哪里像？你哪里不像猴子了？臭猴子！哈，像你这种下流动物，连个小白一起做我手下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谁是小白？喏。说，听好了，是什么？十条啊，还没说完呢。小白，我们走。快！老子的名字叫做。昆仑山灌口二郎杨戬。
信不信我马上乱棍把你打死？我绝对要打死你！我今天我肯定打死你！你看什么看？是啊！那个叫孙悟空的悟饭悟饭，可是他的体能和潜力打破了天机书的百年记录，所以我们破例收录了他。没想到，天尊大人，我错了，开学理缺席，搞乱礼堂，不遵校训，下不为例。那臭猴子你罚他就好了。 二郎哥才刚回来，他说了什么上去？你把我让天蓬去处理，杨戬再出手，就是违反校规。我让你去修炼，100年都过去了，你还是不成样子。 亏你还记得我们100多年都没见了，娘，这是我做的，保平安，保重身体。 杨戬，你叫杨戬是吧？你整天绷着个死人脸，累不累啊？ 刚不是很威风吗？现在不是跟我一样被锁在这儿？天庭是有规矩的，动手了就要受惩罚。哦，两个打我一个是天庭的规矩，你输了就是输。输？我不服。第二回，来，再打。怎么不打了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听到那几个混蛋输的。 说你娘犯了天条，因为爱上凡人，所以现在被压在桃山下面，然后生下了你这个不人不神的怪胎。你再说一遍。简单来说，你就是个杂种。上升天尊驾到！参见天尊。杨戬，先回天机处等我。 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可以先走？我呢？走走走！你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了吗？因为地上有我站不上之物了，所以我就干脆上来陪你们神仙玩一玩。哇！你要给我颁奖，这个奖不是属于我的，是属于大家的。哇！这个，哦哦哦！哎呀！ 还加冕，来，给我，哎，哦吼吼，哎，等等，这是你的，啊，哈哈哈，哦。
哼，就这样。课堂危机学生，连我也差点受伤，还连累到二郎哥。要不这样吧，天尊，请你把这把金莲赐予我，我一定替你好好管着他，以保大家安全。你连自己都管不好，还怎么管别人？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战无胜局。你还是找到你了。鸿蒙出品，本无形，打破万名，虚悟空，你以后就叫孙悟空吧。实心不灭，天庭不会放过你。现在我把你的力量封印在人形之下，该教的我都会教给你，就让我看看你如何改变这个天地吧。为什么你的天眼开不了？我让你游历人间多年，虽然你能说出天地的浑浊，但是你心里装的还是只有你母亲和儿子。而作为神，要胸怀天下苍生，要放下所有个人的情感。你觉醒的天眼才能给你带来无穷的力量，只有到那个时候，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神。醒了，瑞恩，你干嘛？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干嘛？这什么东西？我给你剪的，你喜欢吗？为什么？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剪我的头发？你多少你的金箍？师傅的围巾呢？把围巾还给我。你围巾太脏，我给你拿去洗了。你看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像你这样，我怎么带你出去见人啊？你看我们小白多干净。我不要当你的手下。你以为这个东西可以控制我？太小看我，孙。你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是天庭圣物，我也拿不下来。现在只有我才可以念这个咒语。好了，我就勉为其难批准你当我的手下。叫主人。你念，有种你念。搞不清楚状况，我来自地狱，我双手沾满鲜血，什么真禽异兽、老弱妇孺、女人小孩我都不会放过。不是，我错了。坐。坐。你好乖呀、啊！下一个。
声音？见义勇为的好汉，没想到今天你干出如此是龌龊绰绰的事来。谁让你出来的？我没出来，我是从上面下来的。你给我上去。这个下来容易，上去老难了。出去！那什么，给我拉下去。哎，你想用这种方法气我，我不会上当。女人呐，太幼稚了。滚！滚！这是天庭风景最好的厨房了。你以后就住这儿呗。我先。逃山下，你非人非神，出身卑微，是我把你从昆仑山提拔上来，就是看中你从不犯错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阿王哥，对不起啊，又连累你了。没事。你在人间待这么久，好玩吗？也没什么好玩的。你不是说喜欢花吗？送给你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我去过的每个地方最漂亮的花的种子。如果你喜欢，我把天庭变得像人间一样，种满鲜花。我喜欢。我走了以后，你怎么养他的？养得好吧，正胖。就是太好了，胖得连盔甲都穿不下。小丁，我早跟你说过的小白了。他是黑的。白的。黑的。不是我说，你这么问小白，小白是黑白的。我已遵循天尊的命令监视孙悟空，这孙悟空一定有目的。只要您下令。等我再证实一件事。你说你要战无不胜，战无不胜又如何？我至少要控制自己的命运。世间一切命运都有天机已掌控，天庭才能权衡三界，统御万灵，没有人能够停止他。我不管，我就要上天打破他。我要打破天机。天机处位于36重天的最高位，统领三界六道五行阴阳。这道门之后就是通往天机一的铁剑桥，也是分隔人间和天庭的界限。一旦掉下去，别界的力量会吸收你们所有的仙灵，
等我烟消云散，必死无疑。这里是司天房，天地日月，风雷雨电，四季更迭。凡人所见之天象，皆由此运转而来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没干嘛。啊，别在天庭给我乱来啊！乱来怎么了？你奈我何？这就是天机仪，是天机处的核心地带。参见上圣天尊大人。参见天尊大人。你们今天要学的第一课，就是要了解天地之间的平衡。这里是花果山，魔王转世曾藏身于此。300年前，我们遵照天命铲除了魔王。天火数月不息，寒冰常年未融，将花果山彻底清洗，天地终得平衡。现在这片土地上本应万物重生，但却灾害连年，魔气弥漫大地，这里的生灵只有绝望。也许魔王还没有死，上苍慈悲，是时候再次清洗这片土地了。笑，那里本来是个很美的地方，都是因为你们的狠心才变成这样。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？有错要罚，但不会亲手杀了他们。我不服这种天命。我想请问你，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，你会杀他吗？如果这是天命，我会毫不犹豫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了。耍我耍够了没有？你原来是他女儿。你干嘛？还给我！别跟着我。我果然没有猜错，那石星竟然没被毁掉，魔王还活着。不能惊动天庭，找个机会把他杀了，把石心拿回来。阿泽，阿泽，叫人家来又不出声，什么意思啊？行手令，你来不是为了当神仙，
而是另有所谋。烦不烦？烦不烦？烦不烦呐、啊？神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当真以为我打不过你？这里就是花果山，啊！他是300年前的魔丸转世，是他的师心把住的结界风暴，把我们带到这里。我不会让你活着回去。
我回不去，你也别想回去。那试试看。来啊，来啊。真的是不行了，阿紫闪开，别伤了你，让你们看看我的终极奥义，伸手如来。都不会成功的，就算再花三千年、三万年，我也不会认输的。爱月，遇见你的那一天，我的性格才亮起来。天庭要把你贬下人间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受罚的。我陪你。
是仙河的守护神，一定要留在这儿，守护天地，守护我们的星河。我想守护的只有你。结界桥被毁，阿紫从桥上掉落，现在结界风暴殃及天机仪，一旦恢复，我们定全力寻找他的下落。此外，上苍正在追究此事。费劲了，仙力都没了，绳子是解不开的。放开我！我怎么放你？我自己都被绑住了。哎，你们醒了？周亚伯，你放开我！坐下。这些是村里最后的口粮了，他们特地拿来感谢我，他们相信我们是真的神仙。相信我们真的能够救他们，要用把水源都吸干了，地里连庄稼都长不出来，反正我们也回不去，妖云一定还会回来。我决定了，我们留在这里救他们。哼，救？凭什么？啊？对，凭什么？对什么对？没得救，是因为你们神仙说了算，想要救就是毁掉天机仪，人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天命早已注定，谁都改变不了。二郎哥，皮又痒了是吧？你别唬人了，我们现在全部都没有仙力，你的武器也没用。让开！你去哪儿啊？让开！让开！干什么干？天命不可违。阿紫，三百年前，这里就是花果山。你看看这儿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娘说，这里一片绝望，但是我却看到了希望。我相信上苍也会看到的。二郎哥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不管在哪里，只要我愿意，你都会为我种上漫山遍野的花。
现在想要这里开满鲜花。你醒了，海月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哎，神仙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怠慢你的，你救了我们村子，但是我们村子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些水也都是仅有的。我，神仙，你的盔甲，我自作主张缝补了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这石头，这块石头我从小就带着，可不可以不要拿走？对不起。没有啊！陈哥，你那有水了吗？哎，还是没有水呀、啊！白费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死到哪里去了？我到处找你，我到处找你，我到处找不着你。他是神仙呀，八神，莫长他就是凤州，他是我儿子。这里就是花果山吧？我还挺喜欢这儿的。别再跟我说这里是花果山，我现在连看晚霞的地方都找不到。天庭拿走了你的晚霞，那我们就一起把它再拿回来。这个我就先替你保管了。我们决定要留下来帮助你们降妖除魔。这个我们彻底的研究了一下啊，这个妖云吸了此地的水，然后它没有水可吸了，所以要吸人身上的水气。我们只想知道怎么把他们赶走。我查一查，查一查。别吵了，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再等他出来把他赶走，反过来我们要引他出来，把他抓住。怎么抓？先下手为强。我们要抓云。废话，我跟他想法完全相反。真正的先下手为强，应该逼他出来，逼到绝路，然后围攻他才对。你说围攻他跟我抓住他怎么不一样？我的是有计划，你的没有。我还没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没计划？那你说出来。我说了你也不明白。那你说。我为什么要说给你听啊？随便。我说。不想听，我就要说，够了，不懂就闭嘴。这妖云原本是天庭的一朵仙云，后来流落人间，吸收了花果山的怨气，才变成妖云。妖云拿走了我最重要的东西，我要拿回来，我一个人就可以。那我们就相信神仙，帮我们降妖除魔。对。现在妖云在天上，我们要骗他下来，干脆造一个像样的玩笑。引他也好，逼他也好，我们要在这里把他困住，然后围攻他，然后抓住他。不是，那个钻侠这回事不太可能实现。为什么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这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布，我们就用布来做晚霞。来呀！好。把妖云引下来又能怎么样呢？你那个法宝对付妖云很有效果，妖云这么大。我们做一个超级大的大炮，你帮我做一把弩，加强它的稳定性、精准度，还有射程，最重要是轻，就是大，大，大。
睁开眼，一、二、三。好漂亮！天上看不到星星，以后你睁开眼就能看到星空了。 如果你喜欢，我把天庭变得像人间一样，众叛亲离。我喜欢。 好。
上苍，这都是我的过失。天机处发生的一切都是意外，结界风暴已经平息，天机一运转如常，天地平衡，未受影响。这次我们全靠神仙，可以齐心协力，天降甘露。我们大家都要记住他们的名字。也有一样的石头，是另一半。这原本是一块形石，你记得吗？这是你送给我的。你跟我说，只要形石在，我就一定会记得的。原来两百年就可以忘记所有的一切。过去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对我来说，和你在一起的这几天，是我最幸福的时候。这次换你帮我戴上，可以吗？爸爸，你爱吃的红薯，甜着呢。我知道你不是丰收，你的丰收不会在我的。你回到天上以后，如果见到我丰收，能不能替我告诉他，不要再管丰收，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神仙。其实我也很羡慕丰收，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见过，我也很想知道他到底现在在做什么。我也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。放心，丰收会好好好。不知道为什么妖鱼会被骗，这个晚霞怎么看都不像。那是我喜欢。哎，既然你知道这个金箍在这里没用，你为什么还带着？习惯了。哎，这什么？猴子啊。这分明是条狗，一点都不像猴子。猴子怎么会这样？悟空，
都回来了。虽然和以前不一样，但是我感觉这里就是我的花果山。什么孙悟空、杨戬、天蓬，知道他们为什么崇拜我吗？因为我有一个绝招叫千手如来，每个人给我五文钱，我就把这绝招交给你们。你相信我吗？收你三文钱。不要钱了。就要来了，再不走，所有人都得死，所以必须走。走啊！宋斌怎么办？在家里，不要出来啊！能跑多远跑多远。我们连妖云都躲过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别拼了！别拼了！别拼了！Thank you.
看看那个孩子，爱我人没有？我只想和您在一起。身为仙，就是无欲无我，要忘记自己的伤痛，看清楚生命。你们落下的那天，
他们本就该死在这破庙里，是你们给了他们一个虚假的希望，最终只能带来更痛苦的死亡。我们不是来杀人的，而是来终结这场混乱。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？我让你们经历这一切，就是要你们明白，你们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在村里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凡人，他不是魔，你也不是神仙。现在你回到天庭，就该做为神仙做的事。他被压在天机域的最底层，受尽一切痛苦，他还是不死，因为他在等你，你去劝劝他，让他放弃吧。死撑的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？我是想说，我喜欢花果山的大海。孙悟空，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就是一团泥巴。我不喜欢你，我讨厌你。已经输了，你输了一切。花果山已经没了，那里的天空一片黑暗，根本就没有晚霞。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
事，我替你走。等着我，我很快就来陪你。还从来没有哪一位神能把这颗不死的石心拿到手，你做到了，杨戬。经过这次磨砺，你终于懂得放下俗世的情感。现在，我来助你打开天眼。经历了这么多痛苦，也还是回到了这儿。你想为花果山复仇，祭拜众神，你做到了吗？我做不到，花果山没了，我的石心也没了，什么都是注定的，我输了。才是你觉醒的开始。你以为已经无路可走，想顺应天命，还是随自己的心战斗下去？